农历三月二三，妈祖生，嘉义市长闵惠一透早传领着市府团队，分别前往嘉义市朝天宫和富良宫来参拜，担任接受大典的主祭官。在神宫内行三献礼，恭祝天上圣庙圣诞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现场嘛来拥接大批的信徒虔诚膜拜，场面盛大个庄严。吉时正，炮声响起，天上圣庙接受典礼隆重登场。嘉义市长吴敏辉、市长陈祖文和在座的议员贵宾做伙焚香祝祷，真够齐名。行献礼和三杯酒曲礼，场面盛大庄严。嘉义市长吴敏辉表示，天上圣庙妈祖是地方的重要信仰，疫情以来守护地方，带予人民正面温暖的力量。已经欢喜伫咧经过三冬疫情之后，众人再度聚集做伙，用虔诚的心情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祈求妈祖温柔坚定、保庇人民，带予社会安定，守护家己市不断进步。今天我们一大早就来到咱的朝天宫，以及各庙宇咱的祭拜。我想一来是祝寿，哈，为咱天上圣庙咱的妈祖，哈，祝福圣诞千秋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尤其经过三冬外来疫情，我们今天终于能够大家一起团聚，各界大家做伙来底下祭拜。在这显现的我们的虔诚的祈祷，希望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嘉义市可以发展繁荣，人民每一个人安居乐业。所以在这看到大家人非常的欢喜，我们很感恩、很珍惜。那特别爱感谢咱的董事长哈，李董事长跟咱各界议长、议员，大家拢做过来，很恭喜一个非常很盛大的一件事。尤其现在在缺水，我们也希望这早一点那个雨水来临，我想妈祖的慈悲带给大家更和平、更安定的力量，那也是嘉义市往前走的力量。嘉义市朝天宫主祀天上圣庙，原名是文灵妈庙，由泉州府城晋江关移民，对泉州天后宫宫爷渡海来台奉祀。祭团是伫咧清朝康熙十六年兴建，各代已经超过340年。嘉义市朝天宫唔那是嘉义市历史上早的妈祖庙，同时嘛是台湾上早的文灵妈庙。另外，嘉义市富良宫描述记载，日本时代大正九年，福泽里发生瘟疫，大家拢相当惊吓。地方神心人士前往东石蛤蟆寮港口宫，奉请圣庙出家，感人定静安泰。圣庙神灵显赫，保境安宁。伫咧民国40年，神祠官地建庙，富良宫嘛成为地方的信仰中心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秀山、江义奇、蔡洪报道。亲爱的乡亲、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咱会当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。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